有，买铃铛专场的朋友，有买到的举手。好幸运，你们是幸运儿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你有买到啊。哎呦，今天是我们在专场前在台上做一场表演的事。真的，不让我们很紧张啊。对，我自己很紧张，赶工装啊，但是好不好？绝对屌的啦，好不好？对，绝对屌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除了在赶工我们的专场之外、yeah. 有一个东西我们其实已经差不多完成了，快好了，就是我们的 EP。 对，在这边正式公布这张 EP 的名字，叫做往少年。 Yes sir， 正式公布，你们的红包可以拿出来花了，好不好？没错，基本上对，快跟大家见面了，好不好？请继续关注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知道我们，你喜欢我们，喜欢我们今天表演的话，你可以追踪我们的 IG， 还有 Verse 底线 Music， 好不好？不知道怎么拼的，问你旁边的朋友，然后你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， right？ Yes sir。然后今天，我现在在台中，但是我们来自南投埔里，就让阿土伯带你回去我们的家乡。All right， 这是新歌阿土伯，阿土伯之类的甜言蜜语。好吗？妈是我的妈妈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，大家。